饲养宠物龟的好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。第一，乌龟可以陪伴主人，让主人不再感到孤独。第二，饲养乌龟可以缓解主人的工作压力及生活压力，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品质。第三，饲养乌龟可以促进家庭成员的互动，有时还可以调节家庭矛盾。若是小朋友喂养，还能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以及责任感，同时可以拓宽孩子的视野，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宠物方面的知识。乌龟是极易饲养的动物，生命力很顽强，但是在饲养过程中，我们也需要科学合理的喂养，如勤换水，使用晾晒过的水。除龟粮外，还可以饲喂小鱼虾、鸡胸肉等，加强食欲与营养。养龟的好处多多，也能提高生活品味。